Ну, Шейтси. Сейчас я пойду. Угу. Сейчас я пойду. Мы сами. Ради него убил меня. Что?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убью тебя.杀了我！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也这样做太过分了。他到处逢场作戏的，你又何必呢？那个妈妈是逢场作戏，我一直很疏于他，所以我知道，从来没有看过他那种表情，那种眼神。 你说他会用一种很悲伤的眼神看着韩琪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这就让我很痛苦。除了韩琪，我就是一肚子火。明明所要被打碎了，却只关心林的事，一点都不在于他自己。 其实他们两个彼此互相吸引着，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。从大一开始就喜欢你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所以我一直在等他，我觉得有一天他就会回到我身边。未从高中开始。 就跟全球，真不公平，是很不公平啊。那能怎么样？我很嫉妒，你比我强，我从来没有勇气说我嫉妒你，因为我不敢嫉妒。 所以只能选择做他的朋友，当他身边的影子。你只能做他们的影子吗？或者做他们的敌人？那你想怎么做？
看有没有好一点。我绝对不会再让他做这种事，无论如何，绝对不会。我知道这种话由我这种人说出来是很没有说服力，不过我会搞定他。你不要怪他，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你。他喜不喜欢我关我什么事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个香奈儿啊。有一个女朋友曾经跟我说过，我就像是那种高贵又华丽的香奈儿，带着我上街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所以他才喜欢我。是啊，既然我是香奈儿，你什么时候看到香奈儿会有感情呢？我只不过是需要能够贴在各种女孩子的身体，我就可以感觉到快乐。就这样的，像我这种头脑空空，我追求的只是这种速成快乐而已。我根本还不在乎什么爱不爱、喜不喜欢的。才不是，你才不是这种人。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你是一个需要很多爱的人。可能爱这条路对你来说太沉重了，所以你宁愿选择闭着眼睛过你自己的日子。你只是要不停地换女朋友来武装你自己。我就是这种人。所以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我也是这样告诉我自己，叫我自己离你远一点，怕你伤害我。你根本不可能喜欢我。可是我越是这样想，就越不由自主地靠你边界，最后根本没有办法走开。出轨的差错，这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唯一在4小时内一次的冠军。送给我，可是这是你的护身符啊。他也能保护你。你放回去了，我站在这边看你回去。
该不会是喜欢绮罗吧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早，早。哎，起了。那个，昨天啊，你说这个手环还给你好了。不是不是，你知道了吗？我们说在国外，那只是一种礼貌性的打招呼的行为而已，在朋友之间，这并不代表什么，那只不过是一种非常费事。所以我们之间关系还是……我懂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上课前，有些话想跟你说清楚。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，痛苦、寂寞，还有一些疲惫。
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，宁愿孤独，懒得再去想谁。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，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。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，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。你一定以为自己赢了对不对？这群大家我决定放弃了。真雄不跟你计较了，可是万金有感情这种东西不是谁能久久不见。虽然我现在很喜欢他，但是我找不到，永远都不能，因为他喜欢的是你。你不是不清楚我的为人，干嘛把仇我对你们推？就算你是起落的灾难，那是他自己选择的。我最讨厌那种明就是输了还被对手同情。如果当我是妈子的话，就不要用那种表情看着我，也不要跟我多说什么。我会为你们加油的，两个没有用的笨蛋。没有用的笨蛋？说什么？不要太得意，因为如果你再继续跟他深交下去，迟早会上一条路。亲妹。